小伙伴们，有没有从小就要立志当消防员的？我跟你们说啊，前几天陆姐就收到了这样一条私信，她说呀，自己最喜欢的就是消防员了，哪里有困难，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，是最帅的超级英雄，想让我开消防主题的玩具。安排。今天我们就来玩维斯积木的积木遥控高层救援任务。高层救援嘛，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的云梯消防车，有了它我们才能迅速的登高灭火，拯救被困人员。我们手中的这个积木云梯消防车呢，与其他品牌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带有动力模块还有遥控器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远程指挥遥控灭火，是不是第一次见？来，开始拼装。这个就是它的动力模块，方方正正的，还有一份说明书，一个小贴纸，一个遥控器。着火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对了，打119。好的，请告诉我你的方位在哪里。出发。不要怕，我来了。小伙伴们，想不想和小P一起来比赛消防救援呢？那就启动维斯积木遥控车，跟我一起来比拼吧！